哋個牌子基本上有90%多咧，都會有呢個定喺度嘅，因為我哋係基本上咧係全部係 handpick 嘅。咁如果譬如你見到好多出邊嗰啲車釐子，譬如話冇咗個頂啊，同埋比較灰啊嗰啲咁樣樣咧，咁就係比較耐啲啦咁樣樣嘅情況，就係當佢灰完之後咧，你好容易咧一蚊咧就已經甩嘅啦。咁變咗呢啲就係個 stock 會比較耐啲啦。咁你話同塔斯曼尼亞車釐子有咩分別咧？仲好綠，好新鮮。咁譬如你話蚊咧，嗱你真係咧，咁咪新鮮咯。咁你呢啲蚊唔到噶，你其他呢啲你會見到。咁你會睇到呢個佢分別啦，係啦。咁同埋你睇翻佢個光澤度啦，咁同埋佢光得嚟咧就唔雅咯。咁譬如話你見到出面某些國家的車釐子也好，其實因為他們要坐船回來，變成有時候他們回來的顏色就會是比較暗啊，和啞，還有那個皮呢比較粒粒粒粒，比較巢皮一點點樣咯。所以變成就是譬如說看這幾個 point 的話，都會知道究竟那些車釐子是不是新鮮的。